资深连长马进关怀，在彰化地区有775位，今年多了一个关怀，就是要安置扶手的关怀。宗教处有提醒我们说，上人跟常住师父、要关怀我们年长者，还有希望如果他需要的话，就帮他做扶手，所以我们就关怀资深的我们年长的师兄师姐。现在普通都是两老相依比较多，他们都会自己说、我做的又不多、还要上人跟常住师父关怀我们，很不好意思。我说不会，因为你们常年累月来都有在做慈济，当然上人对我们这么好，会关心我们。我们有很多资深的师兄师姐，那我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啊，他们都会觉得说，我现在身体很勇敢，为什么还要装扶手？那我是跟他们先约时间，然后过去哈。过去因他们还是觉得，像我们18位里面有5位师姐，她常年在我们的环保站付出，一个礼拜有人做5天，一个礼拜有人做7天哈。那我们的环保站是干哪？除夕一天休困呢哈，全年无休，所以他们在环保站的付出是很多很多的哈，而且他们惜福爱物的观念很强，所以他们就婉拒了哈。那我会跟他们讲说哈，上人是很有前瞻性的，那安装扶手是守护我们的安全哈。那上重要的就是讲，你若无平安，你袂当做主席啊，你都无迄个健康的心态做主席。所以我也说服了好多位师姐，他们都有安装哈。弟兄，真正是哈。心满意足啦，真满意啦，因为恁真诚意啊，唔是干那伫师傅来，安尼短短即3-4天的内底，互师傅看诚意，师傅爱呢是长长久久啦的诚意，所以啊，菩萨情啊，拉长情呐、咱吼爱长长久久，过去生啦，绝对呢是有安尼的好姻缘。即世人啦，你看，咱家己盘点一下，咱已经呢，什么时阵入来出世？那不管是伫偌久的时间。入来了后啦，咱的心呢，是不是一心向前？虽然啦，有的人向前前进的脚步无真大步，不过绝对无有后退过，对不对？对。相信师父了解恁是有向前安尼直线的路伫咧行。向菩萨道，所以讲我真感恩。只要呢一路向前啦，唔惊慢，但是呢，家己爱把握时间，进是家己伫咧进啦，进是家己伫咧进，得也是家己伫咧得。师父的责任都是有这个因缘，我。来讲菩萨法，那菩萨精进，家己自起发心，家己呢向前前进，一切呢拢爱顺家己的责任。所以师父对大家人，师父嘛真负责任啦，吼。有迄个因缘来到彰化，总是呢听到。您的精进，我真欢喜。看到呢，真济位啦，真正是吼勇敢精进的菩萨，也彼此呢，迄种发心的关怀啦，互相的疼惜，这我搁较安慰。我实在是真
对每一位弟子，我都是真挂心。但是呢，安怎表现都无路用，总是呢，跟他讲因缘呐。大家人平时爱了解因缘果报，因缘果报啊，什么叫做因呐、啊？大家人都知影啊，因就是一粒种子啦。啊，这粒种子呢，那是迄个缘造缘果到位的时啦，有土，有水，那、啊、有阳光，这粒种子，因为这个缘呐、啊。它经济都会发芽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啦。总是呢，咱尽量把这粒经济啦，这粒经济爱顾好好。这粒经济是伫倒位呢？伫意识。所以讲吼，咱即马现在你我，拢是用伫六十甲七十。咱即马现在六十呢，你讲的话我有听到。恁现在的这个现场啦，多少人都整齐，谁来说话？我看到，我听到，我的意识啊，感受到，感动哦，内心赞叹哦，或者是呢，啊，哪一个家庭？有什么款坎坷啦，师父呢？啊，真正是真疼惜，唔甘。后面都会一句对家己讲：奈何啊！这唔是讲哦，师父你替我求替我消灾，唔是师父有法度求我消灾，师父是会当甲祝福。大家人嘛，拢同款，甲师父同款，就是祝福，彼此祝福，同款爱祝福。总是呢，这人生啦，有这个过程啦，也那是有病痛，或者有什么款的代志，总爱经过迄个疗程，过吼、哦。所以啦，过了后呢，咱就健康啦。慧命，慧命上重要。生命是随时间伫咧变化，咱总会老嘛。时间愈长啦，那人愈老啦。啊，老是好代志，但是呢，把握时间，咱的身体啦，安尼哪来？体力虽累，哪衰退？其实，咱的智慧应该爱哪成长？咱起码在这个中间，我都是安尼听，哈、啊，我当掉的时啦，我家己呢爱自我勉励，自我勉励，有病都爱药医，也那是心烦恼，那个用法来治。所以吼、哦，咱入来处者就是。爱接受法，接受法。恁即马伫智慧头前，拢中年咯，所以呢，菩萨多啦，报善精济啦，恁吼正是当时啦，当有这个力量的时，所以恁吼爱好好用心。那过老人还要呢传法，传法哈。教育下一代，这是恁即马一代吼，哎，大家人互动啦，那好的法，大家人互相分享，互相分享吼，总是呢，现在要弘法利生啊，实在是真简单。过去吼，是爱千里求师，万里求爷啦。确实过去是安尼，起码吼一指神功就可以随时点师傅呢，拢是随时师好人。恁看什么时阵要听师傅讲话，马上一点。
师父呢，也到你的面前来讲话啦。这不是跟师父讲的是法，都只讲人人都是法哈、哦，总是呢传法啦，就是弘法利生啦，这些大家人拢做得到哈、哦。啊，感恩各位啦，讲话呢，让我真欢喜。真温馨，真鲜，真水吼！啊，这安尼看，环境也水啦。啊，每一个角落呢都很干净，人呢真正的和和和谐，让我呢真感动吼，感恩事很多啦。啊，让人祝福吼，让人娱乐，啊，咱就是，这就是一条路。这条路正确，咱要精进，安尼就对了。